怎么带法？我们做出榜样给大家看。首先教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你看头一个叫礼敬诸佛。 我们在做了，做了10年了，有点效果。我们做的不够好，希望向后10年呢，我们做的更好。每个星期六的温馨晚宴，学院里面的四种同修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定要学礼貌、见人、90度的问讯。 我们要这样做，你看一下，如果做10年的话，我相信图巴每个人见面都是90度鞠躬礼，这会震动全世界。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？大家都想来看看，都想来参观，带动这个地方的人潮。 带动这个地方经济，好事情啊！这个地方的人诚实，不欺骗人。你只要有这种印象给人家，在全世界人家自然的宣传，这个诚实就是世界第一模范诚实、和谐诚实。我们做得到啊！我们这个10年。 基础垫下去了，也很有礼貌，不够，见个面15度鞠躬礼不行，要90度。日本人行礼的时候90度鞠躬礼，你要晓得，他从中国学去的，那是中国的古礼，日本人还能保持，中国人早把它丢掉了。 这不是学日本人，人家问你日本人学中国的，那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因为中国现在学西方的了，你西方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东西找回来。